各位朋友，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伊娃熊找大饥荒的第18期。今天呢，我要给您介绍一本书，还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李世华，他写的这个著作呢叫《公用的墓碑》哦。那今天呢天气也是非常好，经过了漫长的冬天，我感觉呢春天呢一步一步的真的是走来了。我也是匆匆忙忙的从外面赶回来做这期节目。当然，我也一方面呢我不想打扰编辑哦，就给我重新安排时间；再一个呢，我也是想让自己能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条件下，就说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适应哦，就是作为自己是一个锤炼吧，怎么样讲？那就是说，我的大饥荒的节目呢，已经做了这就是十几期了。那在我最近也是反思了一下，在未来呢，我是这么想，就说我的大多数的精力呢，应该放在这一期节目上，因为我的资料相对呢比较多。那么可能会有三个主要的这个主题来讲。第一个呢，可能最大的重点就是在幸存者口述上。那么我会把我采访过的每一个幸存者的见证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第二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会采访，邀请一些，国内外的，如果国内有条件的话，国内外有关大饥荒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来给大家从更深的、更广的，层次来介绍一下大饥荒为什么发生，当时发生了什么，对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又有哪些影响？因为理论方面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个比较薄弱的方面啊。那么我们就请专家来给我们多讲一讲，我个人也是一个学习。那么同时呢，那我就想借这个栏目呢，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些大饥荒研究方面的专著。那在之前呢，我介绍过张大发先生的《金桥路脉》，也介绍过谭禅学女士的心火，因为这些书呢，很多都是所谓地下刊物，就是说大家可能还没有机会，看到，没有机会了解他们的内容。那么今天的这个公用的墓碑呢，是一个公开的出版的，也是我所要介绍的。那这个作者李世华先生是1943年生人哦，我很有幸的在2012年在华盛顿所举办的一个缅怀大饥荒大跃进50周年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就遇到，就是见到了李世华先生吧。他也是作为一个嘉宾从国内来参加这次大会，那么他也做了一个书面的发言。当时他是在台上，我是在台下听的，但是我真的是速度哦，觉得真是耳不忍闻啊，他的见证。那么我也就跟他认识了。等他回来的时候之后呢，我们这次大会的论文就结集出了版的一本书，叫《人相识的年代》，李世华先生的见证，还有我个人这些见证，就收录在这本书里。这个是有劳改基金会那个组稿，然后在台湾出版的。那我回来之后呢，我就想尽一切办法邮购了李世华先生的著作《公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记事》，因为一方面呢，我对他的个人的家庭的遭遇非常有兴趣，再一个呢，我自己也想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就尽可能的找到这方面的著作。那就说这个书呢是明镜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的。当时在出版之前呢，本来是要叫墓碑，但是同时呢，就在这个同时啊，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就已经出版了。那么出版社跟李世华先生商量之后，就改为公用的墓碑。当然，我跟李世华先生，以后我们打电话也会交流，我有很多问题也会请教他。我说公用的墓碑也挺好的，也非常有意义。就说这个墓碑是那些恶亡者家人或者那些恶魂公共使用的一个墓碑，其实意义上跟杨继绳先生的墓碑意义是一样的。那么我在这里呢，先把李世华先生个人的简历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李世华先生呢，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哦，他是1943年出生在安徽省砀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那他呢，在大饥荒的时候，家里就发生了真是天塌地陷的悲剧。那我下面我会慢慢的告诉大家。不过所幸的是呢，李世华先生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后来他就在安徽大学的外文系
读英语专业哦。那毕业以后，他终身呢就是作为一个中学的老师，给学生们教英文，就是一辈子。但等他退休以后，他就觉得大饥荒发生了50年了，就小下一代对这些事情都一无所知，听起来就像《西游记》一样的，觉得这个老爷爷在胡言乱语。那么他就利用退休之后，就每天伏案写作，就真的是用自己的这种痛苦的回忆和用眼泪写成了这本书，叫《公用的墓碑》。大家在屏幕上也能够看到这个封面，这个墓碑呢也是李世华先生为自己的家人立的一个碑，在他那个村子里面哦。那么现在呢，我就要开始给大家讲讲李世华先生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又为什么要立碑。那人死了立碑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那中国人多少人都要给家人墓碑，那这个墓碑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我来给慢慢大家讲哦。因为那个李世华先生发言的时候，本来我是看了好半天，准备好半天，我又想用李世华先生书中的为蓝本，但是呢，他写的比较细致，那今天要唠唠叨叨讲的话，就会费很多的时间。那么我就以李世华先生2012年在劳改基金会发言的这个论文为一个基础，因为他比较简练一点哦。他这个论文的标题叫寒春，我在1960年。那么在解放以前呢，他的父亲和叔叔啊给地主拉长工，他家里还是有点冷啊，暖气还是需要。那个他的叔叔跟父亲呢给家里给地主拉长工，也曾经呢被日本鬼子抓去过。那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他的叔叔呀、父亲呀、爷爷呀，过去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那些农民支持解放军打仗，推着那个独轮车滋滋哇哇的那个袋子绑在脖子上这样的。然后那么等解放了以后，农民可以说按官方的说法就是分到了田地，那自己当家做主了。问题是这种好日子没有过两天，就成立了什么户支组啊、高级社呀、随后的人民公社呀。那他父亲当时也是比较积极嘛，就因为农民就说政府一鼓动一宣传，就说那既然是大公社，就把自己的所有的地啊什么，就你说也不是说捐吧，就是说马上就你给不给你都得给的呀，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也就都给了。但是千没有想到的是，自从58年的大跃进以后，这么一个家庭就发生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天塌地陷的这种灾难，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想到哦。那在这个之前呢，就说当时其实在我之前呢也介绍了甘肃的一些情况，其实全国的情况呢可以说因为执行的政策一样，那么产生的效果也可以说是一样。那我这里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他们砀山当年的一些背景，这些文字呢也是李世华先生所写的，大概念一下然后就开始讲哦。其实那个时候家家户户的粮食早都被搜光了，锅呢在大炼钢铁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人真是把自己的锅呀，还有柜子上的那个就荷叶呀、锁子呀，还有窗门上的那个过去农村那个用的那个铁环呢，都给拔下来去大炼钢铁。那干部如果看到什么家冒烟的话，就赶紧跑到这家去搜粮食，看这家有没有粮食。那公共食堂刚开始是吃饭不要钱，什么敞开肚皮大吃，什么甩起膀子大干。那么现在呢，公共食堂也都已经都没有粮了，就是公共食堂就根本开不下去，哪怕是凉开水都开不下去了。那人们也就没有办法，只有吃草根啊、树皮啊，就是说过一天算一天。问题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中央会向地方压这个数字，中央呢会向这个地区压数字，地区呢会向县上压数字。压什么数字？就是要粮。那不是58年说粮食大丰收吗？那粮食的产量征收的那个就是非常离谱的哦。那你就是这样层层要的话，那么生产大队长啊或者小队长啊，那个日子是非常难熬的，根本就没有粮食。每天呢就会有这些工作队啊拿着这个钢钎呢到每家每户，好比说麦秸堆里啊，那个仓库就地下呀到处去扎，
如果看到地下是潮湿的，或者那个土稍微有点包哦，就以为农民的粮食藏在地下，就开始戳，就开始挖。挖了呢，如果没有的话，也就扬长而去，管你们家乱七八糟，都就没有人管了。所以李世华的妈妈就看到在那个麦地里捡一点麦子哦，都不敢吃，都不敢吃。为什么呢？一方面没有地方煮。那你如果真正的就是把它的整粒吃下去呢，那你排泄出来它还是整粒，这些干部呢会到每家的这个茅房，乡村的茅房去检查，看能不能在社员的排泄物里面找到整粒的粮食，那么找到整粒的粮食的话，那就祸从天降，就他就认为你们家有粮食，就会把你抓起来，然后逼供嘛，打。说你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就说像这样的事情当然不仅仅是发生在安徽哦，可以说当时在全国这个使用的方式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可能讲的方言不一样，但是使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那在1960年的时候呢，李世华先生他是1943年的生人，那么他刚好就是一个初中生，只有17岁，可以说在一个少年到青年的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中，那么他可以说什么都记得哦。那他记得就1960年要过年了，大年30他就要回到家。回到家呢，没有往年说，哎呀，爸爸妈妈都很高兴，说他是他们家老三，上面有两位哥哥哦。不像往年说，哎呀，三回来了什么的，很开心。回家了，大家好像都是蔫蔫的。他就看这个案板上呢，只有那个红薯叶子。红薯叶子问题是也不是新鲜的红薯叶子。大家想想，大年三十的红薯叶子，那就像干柴一样的哦。那母亲呢，就用红薯叶子还有点黄豆煮了这么一碗汤。那个黄豆呢，也是从那个豆节里面抖出来一点，煮了，然后大家就喝一下，每个人吃一吃，也都没有心思说话。吃不饱肚子那么难受，谁有心思说话呀？然后到晚上呢，也没有晚饭。那他父亲就说：“既然这样呢，大家就赶紧就睡觉吧。这样睡觉呢，就是说少一点体力的消耗，这样就是不是动得少了，也就饿得慢了嘛。人就说就这样熬到天亮算了。问题是，他就正大家要睡觉的时候，就听村里就有人干部在喊说：开会啦，开会啦！每家都要来人哦。那呀，那个。”李世华先生回到家呢，就听母亲说，说现在呀，人最怕听到开会，因为那时候开会啊，他不是说给你念什么文件呀，或者告诉你什么政策呀，他是这个打人的大会，整人的大会，就是收拾人的大会。收拾人干什么呢？就是要粮食。那不论是队长也好，炊事员也好，或者是保管员也好，或者普通社员也好，就有工作组来。那不是说给你做什么思想工作呀，让你交代呀，就是说三句话不对就开始打嘛。所以农民一听到开会，真的是全身吓得要发抖。那要开会了，他的嫂子就是那时候李世华的大哥已经结婚了嘛，就嫂嫂就说那我去。结果他这个李世华的父亲就说不要，说我去，因为作为父亲来讲，千说万说，觉得我是一家之主。有什么事情我盯着哦。那父亲呢，脚都已经裂了。为什么脚裂呢？因为在乡下，一方面呢，那时候农村的人也没有袜子穿，再一个也不可能说抹点什么油啊什么的，那冬天的话如果风一吹，老人那个脚后跟就说裂的那个口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你不保护或者不用温水洗啊，不加点冬夏，就父亲他那个父亲的脚就特别疼，就都裂的裂口嘛，这样父亲一拐一拐的就去开会了。问题是在会上让他的父亲交代些什么，有没有挨打，这个父亲回来一句话都不要不讲，因为他就觉得讲给妻子听，讲给孩子听，讲给媳妇听，又有什么用呢？就是说有任何苦，这个老人都自己承担下来哦。那么到第二天早晨呢，刚大清早，李世华就听到隔壁小孩这样哭哦。那这是他嫂子的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从出生以后呢还没有起过名字，大家都叫他小闺女。问题是他这个嫂子也吃不上饭，那作为我也是当过母亲的，一个妇女在哺乳的时候真的是饭量也比较大，而且还需要营养丰富一点。问题是在那个时候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营养，他的嫂子也吃不上饭，那给孩子也喂不上，这个孩子
当然是饿嘛，孩子首先是饿，就成天哼哼哼哼哼哼，那就搞得全家人心慌意乱，心烦的不得了。问题是心烦又没有办法。那然后队里呢，可能保管员还是什么，就说啊、哦，打饭喽，这样可能敲敲钟什么的。那他那个二哥呢，李世华的二哥就特别积极，拿个小罐子啊，拿个小篮子啊，就赶紧去给全家人打饭哦。那所谓打饭呢，也就是一点红薯加点什么破叶子啊，什么弄的那个窝窝头，然后给每家给一点菜汤，那个菜汤里面也没什么黄豆，就是一点非常干的黑乎乎的那样。清汤汤回来了，就这样的话，李世华的母亲也是摇摇头说：“你这个二哥呀，哎，真是不成，就是觉得很伤心啊，很伤痛。说每次去打饭吧，一边走，每一个窝窝头拿出来就咬一口放下，然后再咬一口，然后把那个汤吧捧起来咕噜咕噜先喝上半桶，拿回家给家里人。”哎呀，反正那李世华就说：“说我二哥，你看20多岁的人哦，也是。”长身体的时候，那他这个每一个咬一口呢，就说也尽量避免让家里人责怪他。那我没有吃掉一整个，只吃掉一口，你也不能够责怪他了。那当时的食堂大家就有个顺口溜，就说1两8钱饿不死炊事员。那给那个窝窝头，你说给大一点，有个2两3两还好。结果了呢，那个窝窝头只有人家就说像牛眼睛一样大，说那个汤呢是四眼汤。为什么叫四眼汤呢？就是这边两个眼睛，水里面还有两个眼睛，就可想象那个汤清到什么程度了。那他母亲就把这个打来的汤呢热一下，再加点水，每个人清清汤汤喝一点，那么这个年也就算是过完了。那到晚上了，一家人就待在那里哦，就不想说话，不想说话。哎呀，这个他的父亲就。老人和孩子都饿死，弄死饿死了，然后让年轻人过共产主义啊！李世华那时候他还在学校嘛，经常受到老师的教育，就是爸爸你不要这么说，说将来共产主义了，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那就是共产主义了。尽管一个全家人饿得真是前心贴后心啊，大家还幻想着共产主义。那然后第二天过了完年以后呢，李世华他就得回到学校去继续读书，因为在学校他作为学生多多少少还会有点供应哦。那母亲呢就把他要送出去嘛，一边走就要送他到村口，快跟李世华分别的时候，母亲就抹起泪来了。李世华心里很难受，因为这个结果的实在是没有一点点开心的。爷爷都病得躺在床上，爸爸天天要去开会，还提心吊胆。小闺女呢，天天在那哭着呻吟。那他就说：“妈妈，妈妈，你不要哭了哦。”就说，因为作为17岁的孩子，他确实还不能够承担家里的这种重担。那妈妈就忍不住就说：“是小三儿啊，你这次回来。”看到他们把那个爸爸就打打，跟我们老家我们老家也是把父亲叫打，他们叫达达，说你下次回来呀就看不到达达了，看不到妈了。但是李世华哎呀听到这里就非常的难过，因为很多事情人有时候他会有一种预感的，但是李世华就是反正就没有办法，也就跟母亲道别了吧。到学校以后呢，因为他已经到初3了嘛，马上要升高中了，学习也尽管说吃不上，但是农家的孩子呢总觉得读书可以说是唯一的路哦，也读书都特别认真。那在学校呢，不论怎么样每天还能吃到早晨是一碗汤，中午呢给一个人两个窝窝头。那窝窝头呢既不是玉米麦子面的，也不是玉米面的，就是红薯啊叶子啊菜啊，反正扭一扭这样蒸上。就是这两个窝窝头呢，李世华也不舍得独享，因为他想到爷爷，想到父亲，想到母亲，所以他每天吃饭的时候就把窝窝头掰下来几块藏起来，好比说掰个1/3，下回吃饭的时候呢再掰一点，那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他就吃这几个馒这个窝窝头疙瘩哦。一个星期呢他就能存下3个窝窝头，等他2个星期要回家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存下6个窝窝头，存了6个窝窝头的话，可以给爷爷吃，可以给父亲吃，或者是说给
那个自己的母亲吃，尽管一个在那种贫困的时候，一个孩子哦，他就说真的是农家的孩子能够体谅父母亲的那种艰难。那问题是因为是春天了嘛，春天其实是最难熬的，因为乘凉就全部都没有了，就是那些烂树叶子啊，什么红薯叶子也都不多了。那在那个时候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那如果哪一天他们那个学校是有传达室，是有一部电话的，如果这个传达室的这个老大爷来说某某某电话，大家就心里特别紧张，因为那个时候的电话十个有十个就是报丧的。那李世华就说，哎呀，心里就想千万不要来叫我。问题是不幸的是，就在1960年3月7号、哦、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but 就是说这个 bad news 还是来了。那这个传达室的老大爷就说，李世华电话，李世华就接了这个电话，接了电话呢是他的大哥打来的，大哥就说咱们的爸爸没有了，你回来一下，说最晚的车呢是几点几分，你坐到什么地方。那李世华呢就把电话放下，就好像真的是有预感的呢，他赶紧收拾了一下东西，带上那几个我硬硬邦邦的窝窝头背上，然后就坐着车坐到那个一个什么庄子哦，离他们家最近的。问题是已经三更半夜了，也不可能回去，因为从这个庄子走到家还有十几里，天黑黑的，一个小孩也走不回去。他就在那个非常冷的时候哦，等着，等着天亮吧，又特别冷，又特别饿。那如果他能够多吃一口，吃一个窝窝头呢，身上可能会觉得暖和一点。问题是想一想，打开看看，打开看看，还是终不舍得吃哦。那如果自己多吃一口，多吃一个的话，那家里人就要吃的少。那等到天好，比如说5、6点稍微蒙蒙亮的时候，必定是自己的家嘛，他就开始就走回家。走回家，回家的时候已经看到，他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人间了。一进家，可以说就，因为忍了这么一路嘛，就回家就说：“哎呀，大大呀！”然后当然他的母亲就迎上来，就说是：“哎呀，三儿，说天塌了哦，你这个爸爸你也都再也，你这个父亲再都见不到了。”然后李世华就看到家里里边放一个棺材，当然这个棺材是打引号的，这根本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棺材，是他妈妈的这个陪葬的陪嫁的这个，当时陪嫁的时候给他一个衣柜嘛，然后把那衣柜这么切一切把父亲放上。问题放的话那个衣柜肯定没有人长嘛，就看到父亲的那个脚都在衣柜外面，也就算是个棺材吧，在那个年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然后这个父亲就，母亲可以说母子是抱头痛哭哦。母亲就说，说呀，你看看，就说是你看看，你睁开眼睛看看哦，你的这个三儿回来看你了，你就说你怎么这么狠心呢？你这么狠心把我们这个老的少的上面的这个爷爷都80多岁了，最下的小闺女才就是个1岁，说老有老少有少，你怎么能狠心把我们就丢下就走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埋葬一个人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能跑的能动的就要么去逃荒，就是不能在家待呀。你在家待着的话可以说是坐以待毙，那么如果在村子里的人要么老的要么少的要么妇女，个个都是病歪歪的，所谓病也都是饿的病歪歪的，并不是说他生了什么病，就是说去抬死人埋死人都是就是很难的事情了。那也就是说村里找了几个人就凑合把这个他的父亲也就埋了哦。那关于这个父亲是怎么死的，就是埋了以后，当然作为儿子他是非常想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等这个母亲的情绪缓一点，那当然他就要问，就是我的大大为什么会死呢？就说为什么李世华的父亲他并不是说是饿死的，他呢其实就是说经过这5、8年到这大半年到，首先是吃不上，再一个每天来搜粮食，家里人老的也吃不上小的也吃不上，他已经就觉得没有盼头了，已经就是想死了。那他就跟村里的人有时候也会说唉声叹气，说我活着说我活着干什么哦。那人家就说是，哎呀，说你这个叔啊，
你不能这么想啊，说你还有这个责任把你的父亲都80多岁了，那么这大家子人呢还要你领着往前走，那说就是你死了这个年景连给你一个棺材都，家里连个三寸板子，农村那个很讲究，就是说人死了是很讲究，就是说一辈子了哦，也连个就是三寸厚的这个棺木都没有。他说哎，这个人他就说我一闭眼睛我什么都管不了了，那我死了是有心了把我拿席卷一下，他说我也不要这个棺木了。那有一天呢，就在这个父亲死之前，有一天他的嫂嫂起来以后就看见这个父亲站在锅台上，我估计农村那个梁啊，可能那个厨房的那个梁比较结实或者能看到木头，就看见他的那个父亲站在锅台上想把那个绳子悬在房梁上，这个他的这个嫂子就马上就哀求自己的公公说爸爸爸爸，就是达达奥，你不能这么死，说我们一家子人都等着你领着我们日子往前熬呢。然后等到听到嫂子喊吧，他的这个二哥还有侄女侄子都跑到厨房都跪下来来求，小孩们就求说爷爷爷爷你不能死哦，求你不要死。嫂嫂也求他说达达达达，就是你不能这样做，尽管是别人的故事，我讲起来是非常的悲伤。那这个老人家哎呀就是没办法，就说算了，就下来说孩子们你们起来，因为儿媳妇都在给他下跪，孩子们给他下跪，他说你们起来你们起来，说爷爷也不死了，爸爸不死了，我领着你们就再难熬都往前熬。那问题是在那个时候他的父亲以前是一个小队的队长，以后就觉得也难得很，自己家的人吃不饱，队里的人也吃不饱，就不当这个队长了。但在饥荒年月，可以说是在那个时候，关键是说除了食堂没有饭以外，他也不给任何，就是给这个农民自己家分任何东西。那么胆子比较大的农民或者保管员啊，或者有点权力的人啊，他可以偷一点摸一点，到仓库里摸一点或者地里摸一点。问题是乡村很多的人，你说像有些老人，那时候很多妇女都是小脚，走都走不了，然后还没有去呢都被人家逮住了。有一些人呢自尊心又很强，就说我们这辈子都不偷不到的哦。有一些妇女呢就很善于这个偷点摸点，问题是不是每个家这样子。那在李世华的村里有一个人，他说我这辈子当好人，但是那个时候我只有到处去偷去摸，不偷不摸我们这家子人呢就要饿死光了，那么也就是说靠着偷来活下来。问题是作为李世华的父亲哦，就是说特别的每天听到那个孩子啊，小孩没有吃的，你说大人，再一个那个老父亲都已经病得瘫在床上了。关键是他不当了队长以后，他就是队里给他派了一个什么活，派了一个活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活，是干什么呢？就是给队里看守那个山芋的秧子。那可能大家有些人也没有在乡村生活过，我记得我父亲就是说到春天的时候把那个山芋芽子切成块，然后这样种上，等发了芽以后然后再插到地里，就是一个这个像一个床一样的哦，因为它有一定的温度啊什么，就是培育那个苗的一个就是山芋秧子那个床，就让他看这个东西给队里看。问题是看这个东西哦，你再看，问题那时候人是饿疯了呀，问题是那个在平时的话大家都等秧子长好然后插到地里让它长然后才收嘛，问题是那个时候人不管秋天有没有收，我现在先偷着吃上再说。问题是他父亲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就觉得太难了，说你在那边拴个狼拴个狗拴个豹子这个东西都禁不住被人偷。问题是那个队长说你必须干，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他比较忠厚老实，起码自己不会偷。那这个父亲呢就每天都就披上个破衣服，晚上很冷，就这样都不敢合眼。问题是
你再怎么样精心，这个东西还是越来越少了，有时候就被人家挖了一片一片，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等再去插秧的时候，这个苗就基本上就要没有了。那队长就很生气，说你给我怎么看的，为什么就越来越少了？他说那我也没办法，我尽管问题是你看到这边看不到那边，有时候人家是来跟你一个人聊天，一个人去偷，那就是说他就没有办法，根本就看不住。那队长就说，那你要是以后抓不住人的话，就算你坚守自盗。问题是那个时候你长一，其实队长也知道他没有偷，只是说找不到借口或者怎么样。那作为这样的话，就说作为这个父亲啊，他就觉得是一种非常屈辱的事情。就是说那个时候，现在当然你可以说一个红薯苗算什么，一二十斤红薯算什么。问题是那个时候啊，粮食可以说比金贵哦，那就是命的。作为这个他这个父亲一直就不想活，关键家里人都没有粮食吃，都是老的也是病病殃殃，小的也病病殃殃，而且这么一个活就是对他来讲就等于是说那坚守自盗嘛，就等于是说干银行的人把钱偷跑了，就可以说这一句话就对这个父亲是最后的这种压死他的最后的这种一个话语。那么然后这个父亲呢就最终还是自缢了哦，并不是说饿死的。在大饥荒年月呢，有被大部分是饿死的，也有被打死的，也有这种各方面的压力或者是饿得受不了自杀的。那在他的父亲自杀两天呢，这个村里就发生了一件非常惨烈的事情。那么因为把一个妇女拉去揪斗呢，就是其实就还是要逼她要粮食。那妇女出门开会呢，又不想带着孩子，因为有时候把那个妇女让她站在桌子上啊，让她拿着两根筷子站在桌子上，有时候一脚就把你从桌子上踹下去踢下去，下去以后呢可以说是狗吃屎哦，鼻涕哈喇子了血了什么的，她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看见，那就把这个孩子呢锁在家里。把两个孩子锁在家里，问题是这两个孩子在玩的时候不小心又把煤油灯打翻了，他们这个嫂子这个家就不是李世华的嫂子，是同村那个妇女家就着大火。着大火之后呢，就把这两个孩子活活的烧死，把家里的两只羊也烧死了。可以说这个细节呢，这个书里倒是没有写哦，今天又在可能是后来李世华去跟他嫂子谈的时候才知道这样的细节，就是因为开大会逼粮食，然后孩子就死了。那么过了两天呢，李世华的父亲就在他自杀之前就到三更半夜就拿个纸包包了一点点东西回来，就赶紧叫全家人就把他这个儿媳妇就李世华的嫂子叫起来，说是哎呀我这边有点肉哦，你赶紧拿回家给孩子们吃一吃。然后呢就是这个鸡哪来的肉啊，就是这家因为烧死了两只羊，那队里呢就是每个人少拿点钱给大家分一点就吃一点，因为是意外烧死的，如果不是意外的话，凭这个农民是不可以随便宰杀猪羊的，就那个时候鸡蛋都不可以随便吃的。我记得我小时候鸡蛋都是要交工的，你自己去卖的话也算是偷鸡倒把。那么他把还有一块肉呢自己也舍不得吃，就送给自己的老父亲。然后过了两天呢，他就把他们家的老二叫来，就说老二呀，咱们家的重要的契约呀，一些东西我就藏在什么什么地方，塞在什么墙缝里哦，就这么交代了。然后这个老父亲觉得实在是没有奔头了，就上吊自杀了。等看到的时候人都已经僵了。李世华先生的父亲呢名字叫李传先，那个死的时候呢只有60多岁。就在把他父亲的埋葬的第二天，因为李世华大哥呀二哥呀都在家，因为给老人不论怎么样都要给老人送葬嘛，就听到因为那个房就听到自己的嫂嫂，那不是婶子在哭，就是他叔叔的妻子在哭，说啊老天爷啊怎么都不让我们活了哦。那他们全家人呢，李世华的母亲、李世华大哥二哥就赶紧就跑去看这家子，李世华的父亲的弟弟就是他的叔叔已经挺在那里了。挺在那里呢啊，他的母亲见到就说哎呀兄弟啊，你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说前天这个哥哥走，第二天
弟弟走，说我们这前后亲亲的兄弟一天走两个人，说我们这家子人怎么了吗？当然就说两妯娌两个，就是李世华的母亲和他的婶婶，那就是说抱头痛哭，因为都是失去丈夫的人。李世华的叔叔呢叫李传先，当时呢只有52岁，他是一个饲养员。那我记得我的外祖父曾外祖父也是一个饲养员，就是给队里管一管那个牛呀马呀的耕地的哦。那饲养员呢就可以用队里的麦秸呀那个黄豆杆呢，有时候给那些牲畜来吃东西。问题是农民是很节省的，他这样抖一抖呢，有时候可能会有点麦粒啊黄豆啊，就说是非常少的一点点哦，因为大家只是不想糟蹋了，就是把那些收回来。问题是在收粮食的时候就说，哎呀，说你这个家伙给队里当饲养员，那么你一定有非常多的粮食，就把它捆起来打他嘛。打的话打的也是很严重，当时在地下就已经开始吐血了。问题是就是说除了这种肉体上的这种被斗殴，还有这种精神的压力。问题是今天打完了，我家里关键是拿不出粮食来呀。问题是今天打完了，明天还会打，就是说人这种恐惧，一加上又吃不饱饭，觉得万念俱毁，觉得毫无希望。所以这个弟弟就，而且自己的哥哥也吊死了，就觉得就他对他这种心理伤，如果哥哥再把，就说大家好像还共同承担这种苦难哦，那哥哥意思就觉得，哎呀，我就觉得真的是在那种黑夜里都看不到一星星的亮光，那弟弟也随之呢也就上吊自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李世华就到食堂哦，就恳求别人把那边一个婶婶说我大大也死了，叔叔也死了，说我爷爷年龄也大了，这么多天没有吃的，求你给我们一点点玉米渣哦，我们回家给爷爷烧点汤。那人家一看这孩子也有礼貌，再一个就是说总之就说这个人也挺善良的，就给他了那种一瓢玉米渣。那他回家呢就把这个给他的母亲，就说一定要把爷爷看好哦，我们家就说不能再出事了。那他就跑去跟爷爷再见吧，因为他也得返回学校，就跟说就给爷爷磕个头，说我要回学校了。说爷爷呢平时在村里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平时收拾干干净净的，问题是那时候爷爷已经可以说卧床不起，也动不了了。那大哥呢就把他送回了学校，他回学校两个星期之后，就他也回到学校，他回到学校两个星期之后呢，因为他们是在砀山的县城，他的大哥就来找他，就说世华，就说世华，我们的爷爷不在了，婶婶也死了。那作为李世华来讲，可能觉得这些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只是哥哥的到来让他肯定，就说是爷爷已经不在了。那他就听哥哥说，在他就听他的大哥说，在他的父亲和叔叔埋葬了以后的每一天，爷爷都拄一个拐棍，爷爷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每天就到那个坟上转呢，看看自己的大儿子，看看自己的二儿子。爷爷就一边走一边就哭着就说，往年都是儿子埋老人哦，现在我这个爹爹拄着拐棍来看我的儿子，真的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老人家就天天真的可以说是心疼如绞啊。那你还两个孩子都是年龄不大，就其实是上吊，你说如果是一个意外都上吊自杀，作为一个80岁的老父亲，就是不能够天天到坟上就觉得这样看一看。那然后爷爷其实一方面悲痛，一方面吃不上，就是他想悬梁自尽，已经没有能力死了，爷爷一个人就把自己的裤腰带解下来绑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把那个袋子
绑在窗户还是什么，等大家发现的时候，爷爷已经断气了。爷爷死了以后，他们家的这个小姑娘，他们家的小女孩，这个小闺女，因为长期的饥饿也死了。他这个叔叔是没有孩子的，一家叔叔死了，婶婶死了，可以说这一家人也就是说绝户了吧？就说在那个时期，所谓十户九空亡，就在这一家人。从他的这个父亲是1960年的3月7号悬梁自尽的，在短短的28天之内，李世华先生家里在大饥荒中，短短的28天，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就有5口人，这个祖宗3代哦，有5个人相继离开了人世。就作为李世华先生一直就想不通，说为什么我父亲在解放前给地主打长工的时候也没有饿死，那后来国共打仗的时候，哪怕在战争年代也没有饿死，还要到日本人的那个煤窑里面去做苦工。那做煤窑是多辛苦的事情，也没有死。那为什么所谓新中国了，我们翻身做主人了，为什么我的家人都就是说？会有这样的遭遇，这是李世华先生所不能够想得通的。那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世华先生还是要回到学校继续读书。那么，有一天他下课了，他就看到一个人蹲在那里，他一看是他的二哥，因为什么呢？二哥在家里实在没有吃的，就来找他，就觉得学校起码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哦。那李世华没办法，中午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两个窝窝头就给二哥吃，说：“那我忍一顿，那我下午的时候再吃下一顿。”问题是下午开饭的时候，二哥又来了。哎呀，他觉得很为难，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兄长，又不能说，就是赶他走。他知道二哥也是在家，实在饿的没有办法，才来找他这个弟弟哦。那他就把窝窝头给哥哥吃，自己喝点汤汤，就这样等。第二天，哥哥又来了，就是很尴尬，就觉得自己像做贼一样的，不敢看弟弟哦。那问题是，啊，李世华就特别难受，自己已经饿了一天了，就说哥哥你怎么又来了？哥哥说呀，是没办法，我要有办法就不来找你。反正就这么好几天吧，哥哥一到吃饭就来，一到吃饭就来。那有一个老师就特别好，就给李世华一点吃的哦，就但是问题是老师的粮食也是有限的。有一天李世华吃饭的时候就哭开了，因为他这个孩子他觉得特别委屈，首先他就特别饿，最后那个二哥，作为二哥也觉得自己没有脸见这个兄弟嘛，那饿的又没有办法，一看弟弟这么哭，哎呀，就说自己又想吃饭也没地方可去，看到弟弟这么可怜，因为自己的到来。弟弟饿了好几天肚子了，就觉得真的羞愧哦，说呀，你不要哭了，你不要哭了，反正我再不来了。哥哥，这个二哥就走了。二哥走了一段时间，李世华就以为二哥没事了，或者是说在老家。有一天，李世华就收到了一封信，从监狱来的。结果是。二哥来的，为什么呢？二哥现在已经被判刑了，为什么被判刑呢？就是说，过后李世华当然也问家里人了。哎呀，这个就是更为悲惨的一个故事，就是李世华的小侄女，就是他那个嫂嫂的小闺女死了以后，已经都埋了。这个二哥可能是饥饿难耐吧，就把这个小闺女的这个尸体弄出来。弄出来呢，就塞到家里一个缸里面，塞在缸里面，刚好可能天气也慢慢热了。那个嫂嫂去找东西的时候，闻到有味道嘛，又有苍蝇，一看，那就当然是大喊大叫了，因为他是他的自己的孩子啊。那这样的话，二哥的事情就被发现了，那人家公安局来就把二哥给抓起来了，最后呢，给二哥判了10年的徒刑。当时是以什么判的，我们也今天也找不到文件。问题是等他出狱之后。
李世华就问说：“你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事来呀？”那二哥当然就，因为二哥就是说，经过这种长期的饥饿，经过十年的牢狱，又没有什么文化，就是人的精神整个是垮掉的。他当然就是说支支吾吾嘛，就说：“哎呀，我当时我就看母亲那么饿哦，我就想给母亲烧一碗汤吃。”那李世华先生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呢，就采访了同村的叫王作军的人，说：“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王作军就证实说：“说你二哥当时把这个小姑娘都劈了呀。”其实呢，就说最知道情况的是他的嫂子，因为嫂子看到那个小女孩的尸体在缸里嘛。问题是，作为李世华先生，他是特别想知道细节，但是他又不能问。因为一个细节远远没有，就是说他真的不愿意再把嫂子的那个伤口挖开，让死，就说这么多年他的嫂子前两年见到他已经88岁了，还在念叨自己的这个在大饥荒中饿死的小姑娘哦，但是李世华实在不忍心来追究这个细节。总之呢，就是说这是在大饥荒年月发生在李世华自己家中的。但他的二哥有没有吃过小姑娘的小闺女的这个肉哦，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不论怎么样，他从把小孩子又挖出来，然后这样储存起来，准备有，就是说，特别是自己家的人，是让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忍受的哦。那当然。李世华呢，一辈子可以说都是照顾这个二哥。二哥一辈子呢也没有娶到老婆，而且可能也有点神经质吧。二哥到最后的结局呢，也是最后是喝药自杀的。就说这个人的一辈子，那如果没有大饥荒，他能够好好的读书，或者就是哪怕踏踏实实劳动，他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后代。问题是这个二哥这样一辈子就是一个非常扭曲的，就仅仅是因为肚子，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又十年的牢狱，就是这辈子可以说就是被毁了吧。那在那个时候呢，李世华先生他所在的学校，他的同学中，如果现在导播把那张很多小女孩的照片给大家放的话，可以说都是些非常可爱的那个年代啊，小女孩都扎着辫子。他的女同学里面呢，就有一些就饿死了。那么在同学之间呢，好比说我有一个馒头，我没有舍得吃，问题是第二天又不见了，那同学就会说：“哎，是不是谁偷走了？”有一位同学呢，因为偷了另外一个同学的馒头，可能被别人发现了，那就觉得特别的耻辱啊。这个孩子就觉得将来别人就说我是贼啊。这个同学呢也上吊自杀了。那么就是说，在当然我们知道安徽可以说大饥荒中呢死的人是比较多的一个省份哦。那在他们这个大队呢，以前有270个人，1959年到1960年呢就死亡了70多个人。他们的邻居呢也都是死的特别多。有一个家呢，有一个老爷爷死之前就说就想喝点，其实那时候人就想喝点糊糊嘛，就说：“哎呀，给我喝点汤啊，喝点糊糊啊什么的。”儿子就到大队，就好不容易要了那么一点点玉米汁啊，回来弄上糊糊，就给这个老人。问题这个老人还没有喝上的话，就已经咽气了。那就是说，问题是可以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哦，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大饥荒，只知道有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哦。那作为李世华先生呢，作为一个亲历人，而且家里发生这么多悲惨的事情呢，他就觉得。就是周围呢，作为他的儿子说：“爸爸，你在讲什么呀？就你这个讲的简直像天方夜谭一样，而且就是这个媒体上啊、出版物啊，从来看不到他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哦。”那么在2008年、2003年，他退休之后呢，就先给自己的祖父、父亲，还有给自己的叔父、婶婶，还有自己从来没有取名的小侄女呢，修了一个墓在村子里哦。修了一个墓碑，刻上这样的名字。那么然后呢，他就说我一定要把我自己的见证写出来，就每天晚上就在家里哦，在电脑上写，常常就是说，因为
在我讲述的过程中，虽然不是我的亲人，我都觉得非常难过。那么作为自己的儿子，作为一个儿子回忆到自己的父亲的时候，真的是有时候常常悲痛的，就一个人在黑夜里面哭泣吧。因为他们这种死实在是让人觉得太令人难过了。那么这本书呢，就是李世华先生的《公寓的墓碑》呢，就民进出版社就给他出版了哦。那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书呢，就是那个武宁坤先生呢，曾经是李世华先生的老师，他们一辈子的交往。那个他到华盛顿开会的时候，他还去武宁坤教授的府上去拜访他，在那住了一段时间。他过后好像又来了一次，那个然后武宁坤先生呢就带他去拜访了普林斯顿的教授，呀，我一下叫不上名字了，余英时教授吧，就是大家也有很好的交往哦。那武宁坤教授呢就给李世华先生公用的墓碑呢就可以说作序，一方面呢他觉得是他的学生要支持，再一个呢他就觉得一个农民的儿子用自己的血泪见证一个国家的历史，所以他就是说给他作序。那么我今天呢就把他其中一段话念一下，也作为这次节目的结束语。这是武宁坤先生的序中的话：公用的墓碑不是严谨的学术论文，不是客观的历史著作，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亲身经历的故事。正因为他是一个农民小子的身影，这部书用朴实的语言、无比真实的细节和催人泪下的情节写下了回忆录，所以它才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的价值和感人肺腑的力量。这个小人物的身影不是他一个人的身影，而是数以千万计的恶鬼的哭泣和控诉，是千千万万无言的广大农民的声音。正因为如此，这个小人物的声音才能够惊天地泣鬼神，为近代的中国史瘦成一座丰碑。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我也很久没有跟李世华先生联系了哦，在这里要向他问好，那也要更感谢他为历史留下这个公用的墓碑。那在这里呢，我也要向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他的叔叔、婶婶和这个从来没有名字也从来没有吃饱过一顿饭的小闺女，真的深深的悼念和致哀哦。那李世华先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邀请您来到这里跟我们谈谈你的一些经历，我觉得那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哦。那感谢观众，感谢导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感谢，谢谢。